小狗昨天晚上8点多领养的，到现在还不到一天哦。外形是还蛮可爱的，健康的。那可是它好像有严重的这种恐惧症，所以我现在在帮它做一些复健。它没有办法上牵绳走路，所以我现在要让它自己动。你看它外面都不敢动，还有一点在发抖哈。来，我来鼓励它 ，Kitty 来 ，Kitty。来 ，Kitty 来，耶、yeah! ！让它自己动一下，好乖哦。那我牵绳，我也帮它系在脖子上，但是不会去拉它。哦，这个狗因为它有它先天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遗传的呢，还是后天的，我都问不到原因了哈、哦。美容学校的那个展示犬退下来了，来 ，Kitty 来 ，Kitty 来 ，Kitty。来 ，Kitty， 耶 ，Kitty 来 ，Kitty， 来，耶！鼓励他自己过来哈、哦，你去抱他，一直抱也不行。来 ，Kitty 来 ，Kitty， 来 ，Kitty， 来，耶 ，Good job！ 哦，他到现在哈、哦，我都没有看他排泄过，那很紧张。乖呀，乖呀，好、哦。有一些狗，我礼拜天要去矫正的狗，也是有点类似这样。以前养在笼子里哦，所以它对这个牵绳都极度的抗拒哦。它第一天几乎都在发抖，然后带着绳子哦，它动都不动，然后跟你硬撑要咬绳子这样哦。我现在经过一天哦，来帮助它。好嘞，我来试试看哦，有没有比较好点？来 ，Kitty，Kitty 来 ，Kitty 来，他没有那么可，来 ，Kitty 来，耶，来，耶，差很多哦，他以前是完全不走哦，然后咬着绳子，咬牙切齿哦，很凶，对那个绳子很气这样，然后都很害怕，又气又害怕哦，那现在慢慢。那心理给他复健哦，你强拉也没有用，要顿一点，顿一点子，哦，很轻的顿，很轻的顿哦，来，快快快，等等哦，再看一次哦，来 ，Kitty 来，耶，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他以前一天之前变化就这么大哦，我们把他带到那个。宁夏夜市，他都没有办法动，走都不走了。现在帮忙他习惯这个牵绳，来 ，Kitty 来，来这边，来来 ，Kitty 来，来来，耶 ，Woo， Good job，Good job， 这狗好乖哟、哦，好乖。你看变化很大吧？哦，强拉它没有用，但是还是要一步的，哦。他习惯，来，哎呀，乖哟、哦，好了。